第四十题，钠、镁、锌、汞四种金属与氧化合反应的活性大小顺序为钠大于镁大于锌大于汞，则氧化钠、氧化镁、氧化锌、氧化汞四者最不安定者为何者？我们晓得元素如果活性越大，其氧化物就会越安定；元素活性越小，氧化物就越不安定。这里的汞的活性最小，所以它氧化物最不安定。所以第四十题问我们说，氧化钠、氧化镁、氧化锌、氧化汞四者最不安定为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氧化汞。